上一集我是，大家好，我从这里进来吧，从外部。其实哦，这种深海游戏哦，因为我们都没去过深海嘛，所以就觉得一切都很新奇，很有趣。一切都是未知这样。From the outside, the structure seemed intact.So I figured whoever's inside might. Well, maybe it's okay. 就像我说的，我的镜头转不过去，说不定在结局的时候，它就会进动画，慢慢的一直转到后面，就看到一个死人脸在后面。其实它从头到尾都跟着你。We ran all kinds of drills. You believe you know what to expect. But once I got inside.Where it's familiar and you should feel safe. 哇，这都进水了吗？ Even though I had to, those first few steps weren't easy. 这就是我潜水服的样子哦。那手部那边做的好像米其林的，好烂的感觉。尽可能的一直利用喷气设备啊，可以尽快的让我进行进。这个家伙用走得很慢的、啊，我靠，好黑！因为发生大地震的关系嘛，所以什么东西都曝光了。哦哦，干！妈的，刚才突然整个就安静下来了，这吓死谁啊？这主角只要看到异变，对不对？他就非常紧张，氧气消耗就变得很大。照明弹哦。还不用啦，这边还 OK 啦，还看得到了。这哪里啊？鱼都游进来了。哎呀，又是螃蟹。这游戏中哦，目前我遇到最凶猛敌人就是螃蟹，你被它打到，然后你的玻璃就爆炸了。我靠，好亮，好爽哦！没有个人卡在这边。看文件，查看文件啊！台湾人，梁博士，书记，他住在什么什么氧气管？什么讲什么？这个翻译怎么有点烂呢？我只要一看到死人，我一整个就开始心跳上升了。这照明弹持续时间其实蛮久的。
有死螃蟹。我觉得这照明弹不能用太凶啊，剩七颗。JJ， 啊？我访问这边怎么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情报？靠北，这家伙不能往上飞哦，这在水里耶，他妈的！酒瓶，一切发生太快了。起烧瓶，我应该没东西没解了吧？他叫我访问通讯室，奇怪，我这样一路走来没遇到，还是有什么地方漏掉了？先补充一下氧气啊。对，氧气消耗很快，除了我平常走路会消耗之外，他看见恐怖的东西也会一直消耗，消耗不停的。靠北这边没有氧气可以补充哎，干嘛死在里面了？去了，就是一本道游戏。我靠，我这找不到氧气啊！等等等等，死人氧气筒可以，但是这里面都是直接淹死的，没有什么氧气筒可以拿吧？25%。对，我要死了，我真的会死。干，这氧气也降太快了吧！不能解吗？干！这家伙完全没有氧气筒。要敲了，要敲了，敲了！可以去吧。0%还可以活一下吧。我的潜水衣里面还有氧气吧。干！我变成跟刚刚那句潜水衣一样的情况，原来里面就是死在里面。干！这是哪个记录啊？
28%。哪个记录啊？我重生之后怎么到不一样的地方来了？还是说我已经走进通道了？奇怪，怎么完全不一样的点呢、啊？南韩有孤僻的性格，这翻译很烂，你们没看到吗？怎么在地质模块中举起了法庭？什么东西强吞下？讲三小，翻译好烂哦，机翻啊这里。直接帮我传送到正确路线，不对吧？可是他这样直接传送，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哪里了。靠北，干！这边我要冲快点，氧气消耗好快哦。音乐开始变得诡异起来，到底是怎样？发现大秘宝了，我视野好黑哦，刚差点闭上眼睛了。我是怎么来这边的？酷炫，这谁？第一个到达逃生舱，但是爆炸的时候困住了，有点氧气啊，也就。发射舱，前往疏散舱，登上穿梭，两三小，剩6%。Reaching the surface was off the table, physically or otherwise. So it's simple. 刚刚潜艇那个图示是 online 嘛，代表说可以发射了。可是刚刚有人困死在里面呢、欸！妈的，等一下哦，那个东西根本完全就不保险啊！应该没有异形，不过氧气消耗的很快，就是一直逼你要尽快往前进这样。妈的，我已经0%了，对不对啊？危险！Normally, the habs are lit up top to bottom all the time.A lot of the gear was waterproof. Some of the lights and monitors were still running. So it wasn't dark, but it's fading. Like the whole thing's on life support. 干，好多死人哦！那他们就直接淹死在这里。爆掉了，进水了。这个游戏必须要玩得快。靠北，场景其实蛮酷的，快没电了。刚刚有看到，干发电机基本上快爆了，还可以运作一段时间了。哇，他们这边的设备好棒哦！
完蛋，完蛋！阿翔，干！我都是在打海底生物啊！门可以进来。干！干！别闹，已经够恐怖了，很诡异。登上去，登上去。喷射器会耗氧，真的假的啊？哦，我干！没事没事没事。喷射器会耗氧是真的假的？我再喷一次，怎么可能？没有啊，哪有喷射器不耗氧的，好不好？氧气。忍受，讨厌。It's relentless. I mean, the isolation is unnatural. Little problems start to spiral. Any baggage you don't check at the surface comes unpacked pretty quick. Some find ways to cope, others struggle.我还以为我看到加藤鹰呢。我没有在好小，干你们看上面那个照片，那不是加藤鹰是谁？啊，这边可以出去了。直接走了吗？直接回收了。哦，干！干！那么多乌贼还是什么东西在那边走来走去啊？真笑，那个飘来飘去的东西。是你，妈的！这家伙已经死了。欧郎，很难相信有东西能刺穿他的装备。他不是死了吗？妈的！Watching life go by inside the bubble is cruel. The ones that care get a head start learning to live without you. So the grief comes first, whether or not you're really gone. 走这也没错吧？What the fuck? 干！我都是被野生动物杀死。哇，这边全部重走，对不对啊？又来一只吗？哎，没有。我不是被螃蟹打死，就是被章鱼咬死，乌贼、章鱼之类的，烦了嘛，受不了这些怪物了。
按钮在哪里啊？吓爆他！狂喷！他说什么？电梯停转。电源在哪里啊？重射啊！我操，怎么按不到？一只乌贼就要我的命了！哎呦，灯笼鱼哎！不会吧？怎么可能？我在海底，这水压抗水压的玻璃，它这样用撞的可以撞坏。选择关卡。紧急逃生门。I've seen death before, but not like this. Up here, the impact's usually more abstract. This is intimate. 他觉得是亲密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It's like when you pass an accident on the freeway. All the possibilities run wild. 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来自海洋中。But then a song you like comes on, or your exit's coming up, and you've moved on. Back to normal.画面左下角，他会跟你说现在要干嘛，就是有点找不到。紧急逃生门是这个吗？哎，不是哦。我觉得要开始小心藤壶，妈的！啊，那怎么闪了一下？干！不要看他！哇，这在做梦啊！这是传道过来了，还是我真的在做梦啊？靠背这边要玩，这边要玩江拼趴走，我靠！三小，好有趣哦！可惜的是，我的因为潜水衣的视角是固定的嘛，它头部是不能旋转的，所以你没办法看到其他的地方。不要掉下去，谢谢。还会关吗？
心，我这边有洞了。无照明弹，谢谢哦。无照明弹。有两个门呢、欸，什么东西？看照明弹就太凶了，用太多了，妈的！我记得我的潜水装束应该。有手电筒啊！这边氧气降得很慢欸，你们有发现吗？因为这边的关卡很复杂，所以它会让我们轻松一点这样。看这边被吓了，拜托不要，拜托不要！氧气不是，我不是要氧气，我的灯恢复了。出口，哎、欸，等等哦，等等等等，干！紧急出口是二号嘛？这怎么写啊？我靠，这哪里啊？哎、欸，我回来了嘛？啊？我回来了，我知道。我原本来这边的时候，这个门是红色的，然后危险等级覆盖之后，它可以开了。然后我绕了一圈回来了，我不知道我怎么回来的，好有趣哦。They're planning on 60, 75 once the whole thing staffed up. So with just 20 of us, there's already this hollow quality, like dropping by the office when everyone's gone for the weekend. Not a lot of time for recreation, but the options were there.They did their best to keep us happy. 我就听到什么螃蟹的声音啊！让我进去 ！Shit！ 哇，这个死亡还会不同姿势哎、欸，正面是打爆你的玻璃，后面是刺穿你的身体。干！原来这游戏最恐怖的怪物就是那些野生动物啊！Planning on 60, 75 once the whole thing staffed up. So with just 20 of us, there's already this hollow quality. Like dropping by the office when everyone's gone for the weekend. Not a lot of time for recreation, but the options were there. They did their best to keep us happy. 等他过去啊！这种帝王蟹真的这么强力吗？进来了吗？干又是乌贼，那个嘴巴怎么在动啊？怎么人开始走路啦、啊？
么回事啊？这是被附身了、哦。受不了那些乌贼了，我应该在这种潜水装上面呢、啊，安装一种小型的电击设备。有什么生物缠上来有没有？就按下去，然后它就被你电走了。哎、欸，毒起了。主角无话可说，他一直在讲啊，你们听到的旁白就是他、啊。30分钟嘞，我想停在这边，刚好有个记录点，所以死在这边没有关系。重量和存在感，我又回到大厅了。你看，绕了这一整圈，红色的可以访问了，就说有些地方可以走了。怎样？先玩到这边。我觉得这个游戏还不错啦，其实你们看的感觉怎么样？你们看了感觉怎么样？没有在聊天室的，等那个 YouTube 影片对不对？要留点意见。我觉得这个游戏还不错啊，虽然没有太多的文字琢磨，就是偶尔旁白一下。不过我觉得还可以啊。然后我觉得唯一一点哦，那些怪物都是螃蟹跟乌贼、章鱼，能不能来点更恶心一点的？虽然刚刚我已经看到有僵尸在走了，等一下后面说不定会更恐怖，我不知道了。看来要等完成了下结论了。对，还有一个缺点是 Google 翻译哦，那 Google 怎么会是这么严重的 Google 翻译啊？你稍微找个稍微懂中文的，他就看得懂了吧？你全部都是 Google 机翻，这样也觉得有点头痛哎、欸。先玩到这边了，先已经记录了嘛，可以先关掉了。